打靶射击训练是国军日常，没想到台中成功岭却发生子弹在膛内爆炸的意外。陆军幺洞四旅第二营官兵上午在靶场射击鉴定，其中一名上士使用65K2步枪，先是射击了2发都没事，没想到第三发时突然膛炸，导致他右脸颊当场红肿，一旁有一名中士班长右手中指也因此受伤。在射击之前，我们是枪支要会实施检阅，弹药实施检整，事前的检查都有是。良好的。据了解，65K2步枪是1987年所开发，因为照门准心容易偏移，护木一音撞击摇晃，固定式枪托也不符合人体力学等等，目前已被淘汰，成为二线部队用枪。打靶射击发生膛炸意外，国军表示将调查及检讨事发原因，也将强化枪支及弹药的检查。幸好两名士兵伤势都不严重，送医后已无大碍。记者黄翔、傅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